老师方言很魔幻。就是为什么说很魔幻呢？因为确实是这一年的计划完全被打乱掉，然后但是其实打乱之后发现也可以收获很多其他的新的东西，很震撼，然后很不一样。我面对面的看到那些需要帮助的人的时候，从他们身上透露出那种气息，我感觉很不一样。用自己内心的善良去辐射别人，就肯定是先是感谢嘛，然后第二个就是说，也真的是真心的希望他们能够过得更好，然后我们一起变得更好，一直努力，一直变好，总有一天变得更最好。